老薛。啊，费一点时间，大概两分钟的时间。毛毛，毛毛，你自己想成为巨星吗？你说句实话。还可以。请接下去。他的话真的很难接，这一下子把你怼死。毛毛，我这么告诉你，我每天都会听到很多的 demo， 不管是别人寄给我邮箱的希望我唱的，或者什么公司大使版权的，各种各样的，到处我都会听。你依然是我狭窄眼光里所有看到现在年轻辈里面的写词最有灵气的人，但是同时我会对你要求更高，因为你现在还真的不是一个巨星。我告诉你什么是巨星，巨星有一个绝对逃不掉的肯定点，就是他最起码有30首90分以上的作品。30首，周杰伦第一张、第二张、第三张，林俊杰第一张、第二张、第三张。我开个玩笑啊，这个可以忽略，不重要。但是为什么前两场我要这么diss你？我发现你退步了。这副词不好意思，我可以把它算作成消愁以后的第二首。你好样的，你坚持下去，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你就算这个比赛现在比完了，你可能可以直接变成2线或者3线的歌手，没问题，你现在就是一颗流星。但是我对你有信心，你坚持下去，你就是巨星。大秘密。我觉得不管是巨星还是流星，是星星就会发光，我觉得星星都是我们抬头才能看到的，不管是流星还是巨星，就让那些人抬头看着你在发光吧，别管他们说什么。这一票我投给杨幂。花花。其实首先我先特别的开心，因为你终于有一次达到了我的要求。因为其实我每一场在点评你的时候，我也是顶着巨大压力，因为喜欢你的人太多了，尤其是你那个消愁之后，很多人都喜欢，很多人都认可了你。我为什么会顶着所有人的压力还要指出你的缺点，就是因为现在在这个舞台上你还是一个选手，你还没有成为一个巨星，所以说我们能够帮到你的就是能够改善，让你变得更好，能够未来等你比完之后进了这个真正的华语乐坛的时候，能够为华语乐坛的音乐来做贡献。所以说今天这首歌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好，像我觉得人还是要逼的，真的逼完你之后，你这个歌完全曲就是一个很牛的一个曲，因为你的这个主歌就是哒啦啦哒哒啦啦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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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这个旋律很难写的，用这么普通一个和声来写这个旋律其实非常难写。然后你的主歌完全就用了一种很美带一点古典的东西，这种民谣很高级。然后你的副歌又有，因为一首歌的旋律为什么它会成功，就是它有记忆点。你的副歌的第一哒哒哒啦哒哒啦哒啦哒啦，就这个，它这个一进来的时候，它是一个很有主题，这个就是你的歌的主题很强，这个记忆点是很强的。所以从作曲来讲，你这首歌是完全能成功的。然后我想告诉你的是，就是不要觉得自己写不出歌来了，不会的，你在我眼里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才华的人，就是这个才华是不想让你去偷懒，不能说只把你的想法都放在了你的人生阅历全部都放在词上面，有些人光听到一个曲就能从曲里面听出故事来，都不看词的。所以说你要做到的是让曲和词，你要让你的曲配得上你的词，你这首歌完全做到了，我替你太开心了。我突然觉得巨星就像是那种漫画里也好电影里面也好那种大 boss， 他从来都不说什么，让你觉得他好像做不到了，然后关键时刻其实他好多东西呢，慢慢来吧，肯定藏着好多好货没告诉我们，所以后面你要努力。然后我要补一句，今天的你在我心里面就是巨星。
我也要补一句，你小时候比你现在好看一点。那我也要补一句，我觉得你已经在为华语乐坛做贡献了，能够被拿出来分享和传唱的歌，这不就是已经是贡献了吗？谢谢所有的明日之子新推官们每一言每一句给我们的贡献，谢谢。做那些让讨厌你的人、不喜欢你的人、质疑的人抬头都仰望不到的流星也好、巨星也好，至少你正在发光。致那些我们喜欢的 idol 们，谢谢。